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小妹儿。看看家里边刚出生了一窝小柴犬，有三只。这是斗柴的宝宝啊。这只母狗的话，母性特别好，一直就是守着它的宝宝。你看，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的一只啊，母性很足的，照顾小狗照顾得非常好。像他在生着三只宝宝的时候，也是花了很多力气啊，受了很多罪。生第二，特别是生第二只，生这一只的时候，你看这体型多大呀，生下来都7两，这可把狗妈妈给累坏了啊！生了老半天，然后我们又帮着往下推，才把它给生下来。狗妈妈痛的呀，嗷嗷直叫。你说。辛苦不辛苦呀、啊？它就趴着睡觉，咱们把这只也拿到狗妈妈这里，让它吃奶。你看狗妈这个腿，一把就把这个小奶狗揽在怀里，生怕我要把它拿起来。这是护犊子，怎么说？它像它来说的话还可以。不是说就是太护小狗，你动小狗的话，它也是会让你动的。可以看一下，拿出来一只，拿这个小白柴吧，唯一的一个白柴宝宝。你看狗妈，狗妈特别会照顾小狗，现在是在帮它排便。脾气还顶着，粉嘟嘟的，老可爱了。看这一只最小的出生，老三，最后一个出生，你看，也是小粉爪，长得也是非常好看的啊。那狗妈俩眼就直勾勾的看着它。你只要往狗妈这一放，它就知道要帮狗狗排便。像这个小狗，它慢慢的长长，它这个爪子的黑色素就会有，还有它胸前也都会慢慢的变白。你看脾气还蛮大，小吱吱乱叫。你看，然后算了算了，咱们把它放下吧。再看看这一只，嘿，这个是最大。最肥的让狗妈妈受尽了罪啊！你看狗妈眼神一直盯着这个小宝贝，这个小宝宝的话吃的是非常的肥，这脸儿也是很白的。看胸前的毛白的也是蛮好的，你看这小爪吃的呀，这个肥呀，你看狗妈眼睛一刻都不离开这个小狗。狗妈妈特别会照顾啊，像狗妈的话，刚生完宝宝，会多给它补充水分，补充营养，让它的奶水足足的，这样才可以把小宝宝养得肥肥的。前两天咱们看的时候，就这个老三啊，特别瘦小，现在也是，你看，也是吃的很肥啦，刚开始很瘦啊，但现在也是，狗妈照顾的真的是。不出窝里啊，都已经在这里边，吃喝都在这里边，不舍得出去。来，你看，特别会搂小狗啊，搂得特别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话，视频就先拍到这里。
如果说你喜欢这三只小可爱的话，可以继续关注我，我是林小妹。